好了，跟住提啦 ，A B 等于 C B， 即系咧 ，A B 等于咧 ，C B 咧同写一样，另外呢两只 angle 咧一样，证明咧 triangle A B E congruent C B D， 即系呢个咧 ，A B E 呢只系 congruent to C B D 一只，咁呢两个三角咧有冇共通嘢啊？咁样共通地方都系再次系呢个 common angle， 咁所以咧 given 咗两个条件。是吧，一对角一对边再加 common angle， 咁所以这个呢就是 ASA ASA， 跟住 part B 啦 ADF proof 它是等于这个的 CEF CEF 这两只绿色角要证明是一样啦。咁其实 part B 我觉得严格来说就不用 A part 的答案，因为呢这只角绿色角会等于这只加依只咁樣啊，咁依兩隻角都係啊呢個 given 係等於依個噶嘛，咁另外依個都係 common angle， 咁依只都係等於咧依只加依只啊，咁所以咧基本上都唔使用呢個 congruent triangle， 咁就可以咁寫咧 angle ADF 依只角等於咧 angle B 依只再加 angle BCD 依只，咁啊 BCD 同 BA 一樣噶嘛，依兩隻又 given， 咁所以咧。依隻再加依隻 ，sorry， 依隻再加依隻就等於翻依隻，啊，所以個 CEF 唔使等嘅，個 CF 原因 exterior angle of triangle。